然后好像是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。警察让那个车离开，让那个车。警察要靠到前面去。警察让他离开这儿。是他报警了，那就是。警察来了，对。是。这个小伙子赶紧拍个照片，留作纪念。对，这个司机也是保护现场嘛，他就原地没动，在这等着，他就直接报警了，那就是。Yeah, graffiti. Yeah, so many young men just cross here use the painting. Yeah, painted the bus. Yeah. 他说看起来不错。他说看起来不错，他说。警察在这处理这个事件呢。嗯，警察到车里来问来了，到车里来问来了。啊，这边这么多人聚会呢，在这儿扎堆呢，在那儿。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嗯，刚才放的烟花。